今天来介绍酒精机的液体不足的时候自供告警系统。我们首先酒精机因为清洁人员的忙碌，没有办法一一照顾每台酒精机的酒精液体是否足够，量是否充足，所以我们采用这一款可以自动赖推播到清洁人员的群组里面，知道哪一层楼的酒精机需要补充。首先我们采用我们的小保全，还有一台酒精机，还有一台手机，就可以轻松完成这个动作。这个是非接触器的，非接触式的 sensor， 所以摆放酒精机的液体位置，当触发的时候，就是酒精机过低的时候，它就会往赖那当下做通知，所以这下它就已经完成了动作。所以赖群组上面就会看到酒精机一楼大楼需要清洁人员补充。